注意关注，大家好，阿弥陀佛，请看《中风禅师》开始最后的一句：敬畏亡灵，至心忏悔，发愿。忏悔发愿，在即个法师内面，拢是到处。时间无长，一堂法师大概是2点钟，三堂第一时、第二时、第三时。那么一般第一时时间有诶道场场所较大，差不多爱2点半钟2点半钟。那么有诶道场场所较细，较细呢，落来呢，行到即个灵位面前呢，时间免真长，大概是差不多2点钟左右。那么第二时大概是1点半钟，那么场所较大呢，超1点40分，第三时也是大概在1点40分到2点钟这个当中，所以大概合起来5、6小时的功课。那么在这个6小时里面，赞叹，咱叫礼敬；赞叹、供养、诵经、念咒、发愿、忏悔、开示、念佛、回向，拢是不断的重复。那么，在这个当中，念咒呢？如果照三时系念原来的课本，只是念往生咒，往生咒。那么现在做这个三时系念法师，因为拢有供这个菜饭，都、就是供亡灵，所以呢，这个法师当中加一个辨识真言、普供养真言、甘露水真言，还有这个心经往生咒心经这是原来课本的部分。原来课本呢，大概只有劝导亡灵念佛求生净土无施食。所以即马呢，现主持咱做即个三时有加即、这个，主要是有供菜饭那么即个普供养真言、辨识真言、甘露水真言这是。在一般蒙山，一般寺院暗处呢，有放小蒙山。那么遇到这个较大的节日比如讲清明、中元、冬至、祭祖，这是放大蒙山过去台北花庄图书馆在还无做三时系念。进前迄几年呢，拢是放大蒙山。那么大蒙山请法师请这个老法师来放这个大蒙山。过去函馆长拢是请这个明星老法师。即嘛，即个建如老法师代持老法师，
那么这几位在我们台湾佛教界、在这个唱念、也很多人知道、所以呢这个供养酒、那么这属于蒙山的、这点、在这里给大家做一个说明、那么如果照原来课本呢，那么是无这个无加这个物件啊，咱嘛咱爱知影啊。那么三时啊，那么这个重复啊，三次的重复啊，都、就是以上讲的这个、这是符合祖祖相传一文深入。等时分修，那么咱每一次做，也是每一次的重复，这是长时间啊，分析修学啊，这个法门啊，深入。那么讲到这个深入啊，咱法师啊做真久。净土也学真久，长时间来咧修学啊，那么这也有啦，修一个法门也有啦，但是心修深入啊，这就看个人啦。所以呢。咱家己反省啊，什么叫深入？这也要认识清楚啊。那无呢？咱干那以为讲咱修这个法门啊，长时间来修学啊，以为安尼都有深入啊，这都靠不住啊，这也不一定。所谓深入啊，就是对这个法门不怀疑啊，不夹杂，不间断啊，一定要做到这三个条件啊。那么在弥陀经讲的信愿行具足，那么这叫算深入。如果呢性完形也无执着，也不是真正有信心，要怀疑，不是怀疑自己，就是怀疑佛法。对这个世间，五欲六尘，名闻利养。也放不下，也无法度真正发起自性恳切的愿心，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念佛功夫都未得力了，所以这个法门重点性观行。三足牛那么一般人啊，大部分重视在行念佛要安怎念个功夫成片，念个一心不乱那么对于性观，往往拢疏忽去如果无性观，干那有行，也不能往生西方。那么，迄就甲修学一般大乘法门，靠家己力量断烦恼出三界，同款。所以本经佛四处劝信劝观即劝遮侪遍一般劝三遍都真侪即劝四遍可见呢，本经的修学。重视信愿
当然行也重视了。因此五一大师在弥陀要解给我们说，能不能往生在于信愿之有无，你是不是真心无怀疑，是不是切愿这个世界都放下，不会再贪乱。这样念佛呢，一念是念对往生，无念到一心不乱，继续真心切愿也往生，只是品味较低一点嘛，这点嘛，咱一定爱清楚，爱明了。即大家，这是最后一段的忏悔法愿啊，依据用普贤菩萨的忏悔偈啊，咱念这个偈上最后一句无同款，往昔所作诸恶业，该由无数贪嗔痴，将心欲以之所生，一切罪根该忏悔。你看第一次，第一时是紧对佛前求忏悔，在第二时，一切罪障该忏悔，这第三时，一切罪根该忏悔。从这个三时这一句，真明显，予咱觉察到，一处忏悔比一处深刻，一处比一处真诚，这是咱应当爱学习的。功夫道业爱要求精进，不但这个进步爱精神不杂，向前迈进。前面甲注意报告过，菩萨唯一神君就是勇猛精进。在这个偈里面，这一句文字有小夸一点啊变化，伊这里头含义真深啊，咱袂使含含糊糊甲念过，这袂用。法愿也无同款。前面念的是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那么到这个第三时是加这个自性，一切拢归于自性。自性众生誓愿度，自性烦恼誓愿断，自性法门誓愿学，自性佛道誓愿成。一切众生甲自己的关系，到这个地方才完全透露了。遍法界虚空界，无量无边七土众生，拢是自性所现，自性所变，唔是外人。这个意思太深太深，不得这个道理。菩萨则勇猛精进，未再特转了。为什么？看到这六道九法界众生在受苦受难，那是自性众生，不是心外的，与自己的关系非常密切，就好像我们身体逐步麻木，痛疼了，总是想方法赶紧给治好，可以恢复正常，不免等待别人劝请，你就会去求医。如果知道法界众生和自己是一体，无缘大慈，动体大悲，自然就生出来了。佛经里面常讲的法理如是，无什么理由，无什么条件好讲，咱未了，未了自性，唔知影是一体，分诸分他，念念拢对立，分家己分别人，即系造有这么大的苦难。
心胸有病痛，心地麻木了。啊，咱现在都变成这个状况。诸佛菩萨心地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伊知影咱心地麻木了。佛菩萨帮助咱恢复咱的心地，咱自己自性的智慧德能明了了，这就叫大彻大悟。彻悟之后啊，哪里也爱佛菩萨教，自自然然你会实现修持脱相，为人演说。永远像普贤菩萨同款，不疲不倦。烦恼是自性烦恼，爱断；法门是自性法门，佛道是自性佛道，无一项离开自性。自性就是真心，心现色变。到这个地方，全盘托出，这接着三清，南无普贤王菩萨摩诃萨，念三遍。普贤菩萨在一切菩萨里面作为总代表，代表修圆满的菩萨行。在第一时，咱就看到了。普贤菩萨十大愿王，一家礼敬诸佛，二家称赞如来，三家供修供养，一直到十家普皆回向。念菩萨的名号，都要想到十大愿王，一切菩萨摩诃萨修行的总纲领，总的原则。净宗真正是无比的殊胜，殊胜在哪里？咱一开端，含恭遵守普贤大师之德，你讲这多殊胜。所以净宗修什么？修普贤行。普贤行不能离开这十个纲领，咱这十个纲领无做到，所以你的正业不能成就，你要依照这个十个纲领修行，正业哪有未成就的道理？无思劫烦恼习气，自自然然就化解了。从哪里化解呢？前面四愿都化解了，礼敬、称赞、供养、忏悔就化解了。后面的几愿是为人演说，还是公度众生。普贤菩萨所修的拢是自性，这个习惯拢归自性。所以圆满。我再看下面的开始，这是最后一段开始。常来三时回念阿弥陀佛，万德洪明，劝导亡灵忏除业力，发愿往生，行愿既深，功无虚弃。到这搭是一段。法师做到这个地方，第三时将要结束圆满了。这个法师最主要的就是回念阿弥陀佛。由此可知，中方禅师编这个修法仪轨，完全是落实《弥陀经》的教诲。《弥陀经》上最重要的开始。是一心回念，这是玄奘大师的译本。
罗什的译本，执持名号，一心不乱，心不颠倒。玄奘大师的译本是执持名号，一心邪念。不乱是无容易，邪念是可以做得到。邪念是你心里头真正有阿弥陀佛，不一定靠里头念，心里头真有，那就叫邪念。靠里面念，心里面无，不相应。心里面真正有，嘴无念，也是相应。注重你心里头敢有阿弥陀佛，你心内挂念的是不是阿弥陀佛，也是挂念这个世间这代志。咱来问，你讲心上有阿弥陀佛，有阿弥陀佛的啥？最重要的无过于阿弥陀佛的台湾。换一句话讲，你心里头念念有48愿，那你心内呢真正邪念阿弥陀佛啦。阿弥陀佛就是48愿，48愿就是阿弥陀佛。谁人发48愿，谁人会当把48愿完完满满落实在工作、在生活、在处事、待人接物，你就是阿弥陀佛的化身啦。注意想想，你不是阿弥陀佛，像是阿弥陀佛。你的心，你的愿，当然你的戒，你的行，跟阿弥陀佛无两样。你想看，这款的人，哪会不生净土？一定往生嘛。这叫真念佛。咱今日无聊这么多年，不相应。不相应的原因在哪里？48愿无落实，不但无落实，一天到暗，起心动念，拢在想名闻利用，拢在想自私自利。什么时候想过阿弥陀佛48愿？净宗学会成立，家属编辑的雕木刻像，为什么把48愿列在扎库？注意就知影，咱的扎库无念楞严咒，无念十小咒，无念大悲咒，就念48愿。为着什么呢？邪念阿弥陀佛，若是弥陀经的教诲，你果然安尼修法啊，那经常讲的61日、62日到67日，真灵成就啊，7天时间内面日夜不间断、不夹杂啊，所谓是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这就是大势至菩萨所讲的多立六根净念上界，那也未成就。这个意思希望咱真正修净土真正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同修，未使唔知影。行文就是执持名号，阿弥陀佛万德洪明。这个名号里面，把一切诸佛教化众生无量的大法，全部包括在其中。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咱在讲《无量寿经》、讲《弥陀经》的时候，讲过真多遍。这一句名号里面，48愿，愿愿万万，一愿都无欠。
在明火里头，咱今日念的明火里头有啊无？无。这就是咱念佛为什么不相应？咱念佛为什么功夫不能成片？无缘。这个法门叫信缘行。信缘行是动时的，敢那亲像钉三个脚，欠一支脚都袂用。心内头有缘，有行。那么行内头有信有缘，缘内头有信有行，所以你念这句阿弥陀佛。来头有信有愿，信愿满，愿圆满，这一句佛号叫相应。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不是只有这句名号，无信愿在内面。敢若念这句佛号呢，无信愿在内面啊，这个佛号念都不相应。真心切愿安尼念佛，这才叫邪念。所以邪念能力啊真好。咱自己念自己，成就咱家己成就，同时劝导亡灵，这都是利他，助利利他。所以地藏经上讲，七分功德，家己得六分。亡灵得一分，但是这个邪念法师殊胜，为什么？参加的人多，如果有一百个人、两百个人、三百个人，一个人以一分的功德给亡灵，亡灵的功德都不可思议。参与法会的人功德也不可思议，为什么？我自己得六分功德。另外一份功德加持给我们大家同修，每一个同修互相加持，你说这道场多殊胜，每一个人就好像一盏灯，一盏灯的光有限，几百盏灯同时点起，这庄严，这光明就大了，公公合力，从这个譬喻里面注意动手去体会，在这个法事当中，每一个人的功德交付执行一个愿望，像梦啊，信愿行三诸牛的公梦，所以这个法事对亡灵利益的殊胜。是不可思议。修法师的人心愈清净，愈善良，愈真诚，这个功德非常非常殊胜。助利利他，每一番的开始，每一番发愿，每一番忏悔，劝自己，劝同修，劝亡灵。忏除结业，发愿往生。这个法门啊，虽然是带业往生，但是依然重视忏悔。为什么？业障忏除一分，你到西方极乐世界品位都提高一分。到西方极乐世界修行正果成佛，就提早一天。所以爱忏悔，爱发愿。发愿最重要的是求生净土，亲近弥陀。讲行愿既深，功无虚气。愿深、信深、行深，信愿行拢深。这个修功真是。感应不可思议，跟阿弥陀佛感应度高，
甲西方极乐世界海会大众诸上善人感应道教，咱念念不忘啊，无去未记想加入这个法会啊，做法会内面的一个成员。固然最重要的是阿弥陀佛，但是海会大众不能不兼顾啊。咱看《华严会上》在《世诸妙严品》里面读过，每一个族群的代表，战佛的时候啊，拢爱回顾伊这个族类的动灵，一个都无漏。予咱做出好模范，咱今日希望到极乐世界，极乐世界诸上善人，迄、那个数量之多无法度计算，只会当用阿僧祇来讲。咱在平常念佛，敢有想着啊？念念也爱甲诸上善人结发缘。将来咱去往生，这场面大。西方三圣后面是遍地海会诸上善人，数量是无量无边。这么大的场面，迎接你到西方极乐世界，你跟人结了缘，这拢是事实。心量无大，袂当常常安尼观想。你往生的时候，阿弥陀佛来了，跟着阿弥陀佛后面看看人数无多，为什么你无甲大家结缘？广结法缘啊，念念不舍，遍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一切菩萨、一切声闻、一切心性，安尼你的性观行。功夫则深，深广无际，功德成就了，决定不虚，真实功德成就自己，也成就别人。望人真正得到利益。那么就像早年咱在楞严会上提到谭喜老法师的故事。老法师在阿无出家以前学佛了，在家居士，甲几个朋友，几位朋友开一个中药店。朋友内面有一位姓老的居士，读《楞严经》读了八年，不再寒窗读楞严，伊有一点仔功夫了，心定了。念久了，每次念经的时候，随文入观，都利益啊，迄不是白念啊。你念的时候，随着经里面你的心甲经相应，入一个境界，所以完全借助来找伊，求伊超度求超度，遐尼简单。过去都是跟他有过节的人，本来都是冤家对头，现在看到他修行有这么好的功夫了，想摸一点光彩，来到面前归来，老技师问他，你来找我有什么事情，说求超度，老技师心定了，不是来报仇的，不是来报复的，求超度。他说会用的，是要怎样给你超度呢？他说你只要答应一声就可以，说这样好啊，我答应你。说完呢，看到这鬼魂，就打到他的大腿，顶甲升天了。这两个冤家对头，这样超度了。过不多久，又来两个，那么那是他已经过世的太太和他的儿子。来到面前，也跪在
涂骹旧超多，自己真正有贡献，你就有这个能力帮助别人。咱真心学这个法师，自己一个人力量无够，集合全体四众同修的力量，这力量大。为愿蒙灵，文殊法要，信修奉行，这是祝愿。希望蒙者啊，这次法师主要是专门为蒙灵。你听到三时所修的法要啊，佛法何如烟海？三时所修的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希望你听了之后，信修奉行，总是托一念胎啊，从今日起，你也跟阮同款，发愿求生净土，托一念胎。质是心，咱这个心是物质，莲花化身，托质莲胎，一切诸佛刹土，其中一切众生，只要有一念发心希求净土，想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这念头一动，西方极乐世界七宝地中，就一朵莲花。花苞都看到了，花无开，花苞，花苞顶面都你的名字，在七宝地。所以西方极乐世界所有一切物质，都是相住不灭。有情众生无生老病死，无情的众生无生住异灭。这个矿物无。行住怀空，一经发解，只有一个现象，就是七宝池里面的莲花啊，有圆有高啊，有的呢，打起啊，高位了啊，精进念佛不退转呢，这花呢，愈开愈水，愈来愈大啊，有这个现象啊，如果退心了。改学别的法门，无想要到西方了，那么这个花慢慢就打去消失去了。所以七宝池里头的莲花，有生长起来，要无去，因为那不是阿弥陀佛变现的，是十方世界有情众生因意念里面现出来，唯识所变的。所以有生灭果缘之相，除这个之外，西方极乐世界看未到这个现象，拢是不生不灭啊！这是讲脱执念胎，应离业海啊！业海就是指六道十法界不但永远脱离六道轮回，十法界也超越了，这是无比殊胜。不思议的境界，六道里面真有不少，有相当高度觉悟的众生，希求脱离六道轮回，无缘分，遇不到这个法门，或者是遇到了，伊不能接受。伊不能相信，伊也要修伊家己的法门，修得了袂歹，修到无色界天，无色界天无色相，迄个天人甲无色界误会，以为是大涅槃，个个拢以为家己证得无上涅槃，究竟涅槃。寿命也真长，世尊甲咱讲，非常非非常处天，寿命八万大劫，八万大劫咱无概念，咱听了也是含含糊糊。八万大劫，什么叫大劫？
你若是真正明了之后，你才会感觉不可思议。佛甲咱讲了，世界有形诸坏空，形诸坏空是四个终结。四个终结合起来是一个大结。这是讲宇宙星球啊，不是讲咱这个地球啊，这个太阳系啊，那太小了，大星系啊，一般讲呢是一个银河的星系，一个银河。即马科学家讲，实在讲呢，黄连祖老技师讲呢，这个银河系是一个单维世界啊，佛讲。行诸坏空是一尊佛教化的国土，三千大千世界的行诸坏空是一个大劫。经过一次的行诸坏空，安尼是一个大劫。那么八万大劫呢，就是这个大青黑在这个三千大千世界所有的星球，有一次的行诸坏空。经过八万次，就八万大劫。那么非非相处天的天灵呢？这无色界天的因无色心所以世界行诸坏空，对因来讲呢，无妨碍啦，对伊无影响你为这个想呢，对怎样呢？伊的寿命偌长啊！但是八万大劫，虽然这个时间真长，总是有一个时间呐。时间一个到，八万大劫经过了，伊的定功一个特色这一特色又个对了，对了到轮回里面了这一对了对个真惨所谓是。八得悬，杀得重啦。八愈悬啦，杀落来愈严重。伊从飞上飞飞上天，一落落来呢，坠落到地下去。在这个六道内面呢，上悬的境界一堆堆到阿鼻地下上低。注意在经典内面可以读到。如果要求方便，会使看《法愿珠林》。看经律以上，你就看到这两本书完全是中国的大藏经，一切经论，古早人甲咱做了分类，以书做纲目分成一摆纲目。经论内面是这个纲目的拢抄在这个地方你若想到到劫。时劫，一切经典内面讲到这个事情，拢抄到顶。把这个代志把整理出来那么咱看真方便，一目了然，拢看到了。这个大劫是大世界行诸坏空，行诸坏空八万处这压得了吗？咱感觉。不得了了，时间太长了，因为咱寿命太短，几十年的时间，但是在无限的时空里面，八万大劫也无长，也是真短，出不了六道轮回，这是世间非常聪明的人，无因缘故就佛法。无因缘故就净土法门，所以呢，修到上悬啊，到回回相处天，不要到出三界。讲老实话，故就净土那是保证的超越，故就其他法门不一定保证，爱看你的缘分，也就是一般所讲的。你要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见性超越了，无见性不能超越。
修行人要到明心见性这个功夫，不是简单的代志。你看，见思烦恼断尽，尘沙烦恼也断尽，无明烦恼至少还要破一品。这才能够超越。只断见思、尘沙、无明无断，也算不错。超越六道，不能超越是法界。正得相属高位，不是真实的。所以净土法门的殊胜，得一切诸佛如来的赞叹，不是无理由的。因离业害，靠啥？靠信愿行啊！得证阿弥陀智，圆满无上菩提，这个成就太大太大了。你看祖师在此地讲的话，多恳切，多肯定。一丝毫丢毒都无，得证啊！这个直接了动啊，你得证得阿维瓦地。阿维瓦地是梵语，翻成中文意思是不退转的菩萨啊！你得到不退转。经论内面常讲的是完净三不退。三不退在前面《弥陀经》里面报告过，位不退、行不退、念不退，这三种都不退转，这就叫三不退。原教初诸菩萨初证三不退，在大乘原教啊，破一品无明，证一分的法心，证得了初住的高位。原教初住呢，证得，但是不完，不完完。初住菩萨到七地，这个七地菩萨也会特转，但是一特有一个限度啦，一个低限，低限是初住菩萨。绝对袂阁退到初住以下啊！这是一个底限那么总是呢，进进退退这个当中呢，完全靠你家己用功勤堆你勤奋勇猛精进，不断往上提升，无懈怠那么就不断精进如果懈怠就退转。注意要知道，在花中世界，在极乐世界从理论上讲，都有这个现象都有进进退退。但是西方极乐世界特别只有进无退进的进跟慢不一样，就是说这个进进进慢有这个差别。有人用命精进，当然他进步就紧；有人呢，无遐尼用功，他进得较慢。但是决定袂退转。西方极乐世界这点好，诸佛出土来头无，该是阿维瓦地菩萨，这是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的。换一句话讲，阿维瓦地是七地以上，七地菩萨以上。这一句十方诸佛刹土来头无，只有西方极乐世界有咱来明了凡夫容易大师在要解来头讲得好，一品烦恼都无端，到西方极乐世界居然就是阿维瓦地菩萨。所以老人家讲讲你是菩萨，你无像菩萨，为什么？你要带着烦恼，你烦恼一品也无断。讲你是凡夫，又阁无亲像是凡夫，为什么？你的智慧、德能，甲七地菩萨无两样，不可思议，无法度称呼你。
这是弥陀本愿威神加持，你得到的就是不思议境界，圆满无上菩提。现在时间到了，那么咱就报告到这，下面下一集再继续向大家报告。多谢大家收看，阿弥陀佛。